那在我身边有的就是唱歌极美好听的车子车智力。在我身边呢，就是每天你可能会看到他报新闻的庄文杰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文杰。在我们身边呢，就是刚刚混进来我们勾选的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美女 Lovell 陈佩佳。在我身边有这个敏敏的阿文，很久不见，阿文。我最接受不到就是那种很多东西都接受不了的人。我最讨厌的就是人家讲话的时候突然变很大声，就他突然就是讲一讲的时候，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要这样？这样子，然后我就会激起我心中那把怒火，然后我就会烧起来了。我最不能接受的坏习惯就是吃饭的时候在那边，好像这样咬脚。和别人的事都管他们事的，就一直，哎呦，你看他，又不是你，这种就是讲基本上看什么都很不顺眼呢，哎，感觉上有点像酸民啊。为什么周末这样子？周末三个字出来之后，我就烧起来了。不管是家人，一般像我的还 OK 的都不会，大家都觉得什么叫什么人妖财书之类的，很不当的啦。我among朋友喝茶的时候就一直在干的，我会忍不住，我就会这样。肥啊，这个不算，懒惰哦，很赖床吧。